話說人類的世界經歷了一場戰爭之後，就由一個男權至上的國家去統一了的，而這個國家的女性很慘，他們的權力是不受到保護，他們的人權是不受到保護，還會受到男人的強暴。在這個時候，天神呢之間就開始開會了，但是鑑於天神是不可以直接干預人間的事件呢，他們只能提供間接的相助的幫助的。這個時候兇狠的撒旦呢就主張提供一些武器給女人，譬如匕首啊、電槍這樣，讓女人在必要時候保護自己。至於另一個天神阿典娜就說了，你這樣是沒有幫助的，男人恐怖有力，而且他們可能有槍的，你提供這些這麼簡單的武器給他防衛就更壞過是不提供武器給他的，只會令他陷入更加危險的地步。所以阿典娜是主張提供避孕套啦、潤滑劑啦、避孕藥啦之類的東西，去等啲女性可以保護到自己嘅。而如果你係啲天神，其他天神嘅話，你會投票贊成幫助邊一個呢？